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嘉义阿里山乡的达邦国小三年前转型成为邹族的实验小学，把原住民的文化融入国小教育当中，反而吸引学童回流就读。这里是坐落在阿里山乡的达邦国小，在民国107年正式转型为邹族实验国小。课堂上，同为邹族的汪玛丽老师正在教导小朋友一种传统技艺——鼠狼染。从介绍鼠狼的邹语和用途，到实际操作扎布和热染，可以走过过去早期我们先人走过怎样的生活，建筑工法，然后铜腕啊，还有甚至过去的那种皮衣皮帽的制作，取得从取得到制作啊，其实我们外聘的这些耆老长辈们，他们其实都很厉害。民族教育相较于一般教育，是依照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所实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的是培养原住民族群认同，实践多元文化的理想。小孩当初是一直在流失的，因为家长们也会不放心，说我的孩子会不会跟山下比没有竞争力。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就搬到山下住了，把小孩带到山下去读书。那我们转这个实验教育以后，反而是本来在山下的家长，他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我可以转回来吗？我可以带孩子回来山上读书吗？所以其实家长心目中还是会希望小孩子可以认同自己的文化。我们一个礼拜要上12节跟我们实验教育主题一样的课程。那我们学校实验教育主题就是写邹族文化，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需要做很多课程的结合，我们称为这个叫文化回应啦，就是把课程可能主角啊跟情境啊，像数学的应用题情境都转化成原住民的文化的生活情境，那一样是算数学，一样是上国语，都有，只是我们做文化的结合。在部落或是在都市长大，原住民在流逝的时间与迁移的空间中，借着不同形态的民族教育，一步步踏上回家的路。宜兰深沟书店日前悄悄转型成为友善小农产品的贩售店，假日也会举办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在地的农业，让默默努力的小农有更多曝光与销售的管道。这是在宜兰圆山深沟村的一家小店。10年前从台中移民宜兰成为小农的江义德夫妇，把谷仓租下成立了一家书店。去年江义德夫妇把书店转型，因此空间闲置，他与另外一位做蔬菜配售的农友，把这个空间改成了在地友善小农的农产品贩售商店。刚刚有客人来就知道，这里的就是以圆山乡里面的农产品为主，然后另外一个是生活分享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假日就是会推出活动，或是边餐点边活动介绍的方式，然后把这里的农产品，然后或店里的那个加工品，然后给人家做品尝这样子。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农友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的品牌可以有多一些认识的管道。友善耕作的小农最需要就是销售的管道，有机会来宜兰，欢迎来农村逛逛，顺便选购友善小农的农产品。